书籍鉴定于我们的李月清先生啊，庆祝这个他79岁的生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晚上寿星公和尚老太前来，我们一起掌以掌声来欢迎。来，阿公有请。是的，那么我们也在阿公的众儿女们啊，干女儿、干儿子，还有太太一起上前啊，一起陪同上前来。女婿啊，女婿也一起上前来。是的，我们干儿子、干女儿也一起上来哈。是的，我们热闹一点。是的，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欢迎。79岁，那么我们虽然看到他年龄是79岁了，但是他的身体呢还是非常的健壮。好，是的，我们请阿公许愿，来，阿公许愿一下，在前面，在前面许愿一下，然后就吹蜡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阿公呢，就跟老太太一起啊，还有。
儿子们的这个女儿啊，女婿们，我们一起来偷切着生日蛋糕。现在我们以掌声祝福我们阿公，祝福我们阿公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那么希望这个健康呢啊，还有这个快乐、幸福的永远的伴随着。坐正，我们一起围着我们的李慧博他的生日感恩，也将我们晚间的喜宴为李家的亲朋戚友，在这欢喜的夜晚，我们就继续坐正，我们一起围着我们的李慧博他的生日感恩，也将我们晚间的喜宴交在主的手中。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这里见证了您自己在李慧博身上丰盛的恩典。这70多年一路走来，天父你的恩典伴随着他们两夫妇以及家人。天父，这个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因为儿孙们的孝心，特别为爸爸、为公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生日会，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分享李慧博生日的喜悦，天父，求你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特别是我们的寿星，天父，但愿他前边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但愿他每走过的一步都有你丰盛的慈爱恩惠伴随，也将他家人交在你的圣手中，求你自己施恩赐福李家上下。但愿工作的出入平安，求学的也用心学习，努力装备自己，在家里边打理家务的也充满平安和喜乐。天父，我们将晚间的喜宴摆在你的跟前，帮助我们吃喝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心灵富足。我们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你，但愿平安喜乐归我们的寿星，归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亲朋戚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命运眷恋你的安排，往往是天下地不熟。
什么都
起献唱的这首最珍贵的《假货》。
是的，那么我们东家呢，非常谢谢大家在百忙中抽空出席今天晚上由我们李家啊所主办的这个生日晚宴。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呢，还请大家多多包涵。来，一杯起杯。是主要成双的，那么我们第二杯喜杯呢，就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寿星公以及他的家人们呢身体安康，那么也祝福我们这个寿星公生日快乐，那学业的学业如进，工作的工作顺利，那爱情的呢就爱情甜甜又蜜蜜了。好，来第二杯喜杯。谢谢各位，请坐。那么我们也请我们李家的家人留步，李家的家人请留步，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拍合照留念。那茶杯先拿下去一下啊。对了对了，thank you.